接下来呢，是我们今年的百日誓师大会的一个特别的环节。每位同学都看到了，这儿有一个高台，它叫挑战。哪位想充电的同学呢？你可以自己踊跃的站起来。小兰，让来。只要你大声的喊出自己的目标，我可以保证你满血的走下来。好了，下面哪位同学愿意第一个站上来去挑战自己，给自己充一充电？ 同学们，大家好！我是三年二班的陈乐云。半年前，我因为疾病，眼睛看不见了。我不得不开始过盲人的生活。我很害怕，也很不甘心，所以我要向我自己挑战。 我不会因为自己看不见这个世界，就让这个世界看不见我。我相信我的眼睛一定会好的。 你死活不许行！哎，你今天在挑战台上的时候，下面有人让你跟我说点什么，你怎么什么都不说？你让本姑娘很没面子，你知道吗？极其尴尬，特别尴尬。我说了。你说什么了？我一个字儿都没听到。麦克风被关了。 真假的？嗯，那你说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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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告诉你。不告诉我是吧？走了。保重。哎，哎，湘南，湘南。 你为什么要搬走啊？这不大人决定的事儿吗？你要搬走都不跟我说一声，你够意思吗？生气了？不是因为这个，我生气是现在，连你也这么对我。 有什么事情直接跟我说，有这么难吗？就不能把我当做一个普通人来对待吗？你以为我想搬？小佳，你要加油！谢谢啊。
你自己训练这不现实，真的。没事儿，小扎很聪明的。只是聪明是不够的，导盲犬培训淘汰率特别高，这真的是有原因的。这些动作他其实都能做啊，挺简单的，我试试嘛。那我们走了，小扎拜拜。走，小扎，拜拜。咱明天试试。小扎，好不好看？咱们穿试试好不好？知道你不愿意，但你就当帮我个忙行不行啊？你过来过来，我穿上了，不然没零食了。哎，那什么？哎，别咬别咬，小扎小扎。嗯，我们聊聊吧。小扎，我知道你委屈，但是这事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。帮忙我吧。小扎，小心！小扎，同学，希望你命够大。妈，还在干嘛呢？可不可以走啊，小扎？江南把小扎。车啊，小扎，训练成了导盲犬。台阶儿，好，上来了。怎么样，安全吧？刚刚，哎，我训练了小扎快两个月了，他这次真的可以了，你试试。你勇敢一点，真的。小扎他不是导盲犬，你为什么要逼他？我这不是为了你吗？谁要你为我这么做？我要导盲犬了吗？那我要是搬家了之后，谁天天送你上学呀？这不用你管。以后的事情就不劳你操心了。马上就要中考了，你知不知道？就你那破成绩，还花两个月来训狗，花点时间干点正事儿吧。别回头考不上高中赖我。小扎，你已经做得很棒了，没关系的。要走了，你都不下来送我一下的吗？不是，好歹朋友一场，你就真不送我了啊，陈乐园。小扎，
小扎，小扎是你吗？小扎，小扎，哦，小扎，小扎，你怎么来了呀？小扎，嗯。陈乐园，今天我要站上挑战台。疯了吧？教练他不是怕高吗？小沙，你可千万别是个二把刀。